咱前面的都一直在说业，因为有业吧，所以会买血啦，所以有业就有血啦，血就是无明。咱所做的一切真多的这个业力呢，跟这个无明是牵引着，所以咱要知影当地呀，该是业力所作，不管是业或者是业吧，咱应该爱了解吼。那文的内底，佮咱提醒，咱爱当知该是业力所作。所以啊，佛实力中业力最轻，佛有实力啊。其实，咱若有迄个实力啊，就依地照例。咱的地呢，就会当通照现啊，真多的道理出来。那真正叫做道理，就是理出了一条路来。那安尼呢，就会乃至迄个错过脱落啊，那得六根清净，明相殊佛。现在所咧讲的佛实力，所以实力中啊，业力深深。那既然到佛的境界啊，那还阁有啥物业呢？不过呢，这就是讲相殊佛，就是咱已经咧修到看起来呢，真的好像类似于佛的境界。这呢，都要经过伫这个实力，因为咱面顶既然讲了有业甲行啊。那用种种的方法要去除了这个业力呢，那么咱慢慢呐会当头接近，因为呢，咱已经心宽念顺了嘛，所以咱慢慢呐用这个理智来教你，所以那一旦用理智啊来教现了这个道理啦，自然呢。错过的脱落，迄、那个初中的烦恼，像咱的人生即卖现在的烦恼，多一个人呢，毋是为着初中的烦恼啊，互你看袂到、望袂到，但是迄个内心呢，都是解不开呀、啊，脱不了啊，所以即卖现在人讲压力真大。是什么压力呢？就是初中那种的真粗的故事，这样把我们带到，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按照这个智慧啊，去找出那个道理啊，自然呢，那个粗故，故就是故事，就是烦恼，自然它就会脱落，会当通得到六根净啊。那你六根都清净啊，眼力必须心意，对着外面的境界啦，未动摇咱的心，这就是啊，需要有这实力。那这个实力啊，那即马都来了解实力哦，实力那就是啊，如来所具有十种的啊。力量，迄、那个用的力吼，虽然咱现在要凡夫啦，咱爱照这个经地啊，来照这个道理吼，所以咱爱按照这个道理来行，咱就一步一步呢，挖进这个实力的智慧。Thank you.
啊，第一就是讲，地觉处非处地力。什么叫做地觉处非处地力呢？那就是地处一切事物之道理，参加非道理的地力。地觉就是觉悟，咱爱知影。这个处就是咱现在的处境，所以咱会当知影觉悟，咱现在的处境是真的，是正确的，或者是非正确。我常常跟大家人讲，啊，人生最可悲啊，就是是非分不清，是就是真理，非就是非道理，吼、哦。所以呢。这个角啊，就是会要分是非分清楚啦。那在这个事物中的道理，或者是非道理的地力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第一个角度。那第二个角度呢，就是第三世业报地力啊，就是爱知呀。一切众生三世因缘果报，这种的地，咱爱了解。前面不是跟大家人讲过咯？那咱爱观四种啊，有四观性啊，那因缘果报啊，观自心佛心啊。所以这必定是有，所以呢，因缘果报，那才会当去体会到咱现在是什么，未来咱所要修的方向是什么款的道路，这咱一定爱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哦。那第三呢，地自性解脱三昧地力，及解脱三昧，但大家人修行要安怎呢？会当让咱的心静落来啊！舍嘛，大茶温水无不是舍。这个舍的三昧啊，就是啊，引导咱入正念，所以正思维正念的，这就最是三昧。因为呢，咱有正的思维，有正知、正见、正念嘛，咱的心常在想，那安尼呢，咱就是解脱咯，心灵的解脱。前面咱嘛有讲过了三观呐、啊、假观呐、啊、空观、中观呐、啊，其实。咱的内心爱定定知影，咱将内心呢爱了解这个假象的意义。所以讲，空中有妙有妙有真空啊！咱的心哪会当呢？